火蝴蝶情侣谁更厉害，创造彩虹桥，惊喜接连不断。冰火情侣非常的乐于助人，经常为其他人解决烦恼。这不，一位美女很不开心，火蝴蝶进来给她解答难题，施加魔法之后直接让桌子上的粉末变成了一整块，随后就消失了。美女一脸不敢相信，而这边她的男朋友就厉害了，这位美女不开心，直接给她变出来了现金。这超能力还真的是太棒了，谁也不服谁，都在为了比赛而努力。这位美女一个人过生日很伤心，男子过来后教她怎么制造彩虹，双手打开后施加魔法，直接变出来了一个很大的彩虹糖，立马就让她开心的大笑起来。这位女子则为了挑选衣服苦恼，蝴蝶美女直接用魔法不断的给她换装，直到满地为止，真的是太方便了。还别说，这搭配挺美的，宛如一个模特，两人接连不断的给别人带来了惊喜，拯救他们的不开心和害怕，真的是非常善良。你觉得这对情侣谁厉害？